明天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雷阵雨，甚至是豪雨等级的雨势发生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哦，来关注一下今天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之下，天气蛮闷热的，像在台北市就出现36.5度高温。明天到周三，您看到随着这西南风增强的影响，也会携带一些水汽往北来飘。好，再来看到是雨区预报。好，在明天的部分哦，其实要注意到是像是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一些短时的强降雨。好，来看到呢，尤其是苗栗以南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出现，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之间，南部地区甚至可能比较容易出现是局部豪雨等级的雨势，北部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，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。我们再来关注是未来一周天气发展，先来关注温度方面，明天北部东半部高温炎热，有机会飙上是36度以上高温，而周四周五接着西南风呢稍稍来减弱，周六的高压势力来增强，天气会更加的稳定。带您关心明天的天气预报。好，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到35度，中部地区是25到32度，南部地区24到30度，东半部地区是26到33度，离岛地区是26到31度。以上是这一节的天气资讯。